不敢露脸，我不敢露脸。我先试一下啊，同志们，试一下。好吧，我的天，果然很丑。而且我还穿着睡衣，你们看了吗？天哪，我的天！算了，我还是化一点妆吧。我把美白开开，一点都不白了。怎么那么黑？怎么那么黑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，我也太黑了吧！一定是灯光的原因。涂个嘴吧。因为刚才我一直在厕所直播来着嘛。我想的灯。这也太滑了吧。干了。就像我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灯就这么亮，没有办法了，太黄了。叮当叮当当当当当当，就被你小小的脸给打败。换我画吗？哇，这个美颜刚开开，这么白，合着刚才都没开美颜。我的天，这么白，哇，突然变白，突然变白，还没画。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换一个发型，换一个发型，换一个双马尾。太像个男人了，我的天！我还是刚才那个发型。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笑给打败。七哥。就像被打败，在
色的一颗糖，放在了口中，那甜蜜在时间的反复来回的转动。做一个黑眼圈，我的遮瑕笔呢？眼镜，好，打一个底。这杯你甜甜，你笑给大白。年纪，额头黑了。眼睛是黑的，我都不用涂眼影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化妆完毕，完了。画了，还不如不画了。老司机带带我，然后，不化妆不好说什么呀。画的啥玩意儿？画成了断弦的妆。
不管什么是爱，除非你天天想你打呗。哦，谢快。看不清。呀，看不见了。啥玩意儿？还不如不换了。我天，怎么那么丑啊？就被你天天的说拜拜。换了个啥呀？擦掉。把自己耗恶心，我的天哪，我把美白开下来了。用自己的手蹭出一个鼻影，成功了。好了，鼻影。来手糖，我的天！北极彩色的一颗糖，轻轻放在口中，这甜味在舌尖却仿佛来回的转动。感觉残留了酸酸的甜。50cc 的摩托后座，多希望再靠近一点点，沉默晴朗风飘的午后，因为杂志和小船
有点饿，怎么办？看一下我的妆，哇，还挺好看的。不会，我没有饭吃。我是谁谁的模特后座，嘎哥啊，嘎哥，我的天，蓝领的多伦多雨马，好白呀，哇，这好白呀，我的天，太吓人了，我的天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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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是我的睡衣。自己扎一个啾啾，自己扎一个啾啾，扎啾啾在这里，啾啾，这个是个小蝴蝶结，小蝴蝶结的啾啾，扎一个小蝴蝶结，啊，小蝴蝶结，蝴蝶结呢？被我拽没了，去后面了。五百年前一场梦，瞳孔又是孙悟空，一小啾啾，孙悟空救玉虎兄，五百年前一场梦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美糖心。换个方法呗。不行啊，我头发短了，梳不好梳马尾。看了吗？
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《糖》。彩色的一颗糖，甜甜放在口中，甜甜围在舌尖，就仿佛来回的转动，幸福感觉擦亮了酸酸的甜。你是碎碎的摩托后座，其实这个发型还是挺摇滚的，你觉得吗？给大家唱一首摇滚歌曲。不糖好怎么唱来着？哎，第一句告诉我，我突然忘了怎么唱来着。不同后悔，第一句是什么来着？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，相遇相知相互琢磨。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，装作正派面带笑容。不必过分多说，你自己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。不必在乎失落，更不必难过，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。还是太白了，把美白关掉。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，一样迷人，一样美丽。慢慢地放松，慢慢地抱紧，纵阳仍是……哎，我真觉得挺好看的。这很好看吗？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有点饿了，怎么办？你爸已经睡了。这么好看，我下次就这个发型上工业。第一首歌是什么？你去支持就算了，不跳了。第二首，哦，天文学的数据，万分之一的距离，能看下家的我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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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一刻改变了全世界的奇迹。下一首，我知道了，下一首是你怎么唱来着？我不喜欢你，你是害羞的猫咪，让你变得倔强，让你变得神经。哒哒哒，能不能这一场一个？没有电，我天！哒哒哒，什么电？坐着播吧，坐着光不太好，但是没有电，我准备做个录。
个洞。不行，手机没有电了，播不了了。给大家演唱最后一首歌曲，点一首吧，给大家演唱最后一首歌曲。不会的，我爸的手机在我这里。来，快点最后一首歌曲。点最后一首歌曲，最后一首歌曲，最后一首歌曲。玲珑的。我觉得照镜子可好看了，然后再看直播一点都不好看。照镜子真的可好看了，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看。我跟你直播都不好看。镜子是假的，我照镜子可好看。拿浴球唱吧，我去拿浴球。怎么唱？唱什么呀？来唱唱，你说吧，唱什么？哦，我有充电宝啊。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，大地啦啦。哇，好香啊！我的天，太香了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走，拿个蜡烛。有没有什么？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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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一粒粒白糖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音乐曲。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继承多么大大大大，继承多大广场头，爱祖国爱人，鲜艳的红街街道啦啦。
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。我小学也不扎双马尾啊，我是二十岁才抓的双马尾。我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扎了双马尾。这是个大耳环，其实。哇，好潮啊！开始的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。茉莉被激光，奇妙的语言，黄叶黄色的爱，开始的光，如此美妙。我想再唱一个符合我风格的歌曲。小学听什么歌？我一个缺两朵花。我觉得有个小蝴蝶结。哇，好看哎！但是我只有一个。不行，我必须唱一首更好听的歌。点首，给我快点首儿歌。刚才是谁？我的妈呀！但我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。待会儿我先给你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难忘今宵》。好吧，唱从童年，唱童年，童年怎么唱来着？哎，童年怎么了？哎呀呀呀呀，怎么唱来着？童年，童年，给大家放一下吧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啊，是假的，是吗？哇，打光好好看啊！我的天哪，你们看，打上光好好看。看这个女生的版本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只留在深深的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惊奇的在写个不停，等待着夏天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如果死不归到到时是什么玩意儿，咖啡色的那个刘海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，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
到身边那一天，这就好了。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家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。多少的日子里，总是一个个人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就这么孤单的童年。等到睡觉前，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。总是这等到考试以后，才知道根本没有念。一阵风，听一次句，老师说过自己能耐就容易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没有什么儿歌呀，我们唱那个，算了，不唱了。我好饿。我好饿啊，那家里没有吃的，我怎么办？好饿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这个是。池塘边的榕树上只有你。哎呀，唱一首刘毅的成名曲《小邋遢》。小邋遢，什么刘毅？刘毅唱的更搞笑。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好。我真的好饿呀，我的天，你怎么办呢？真的好饿，可是家里没有吃的。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。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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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舒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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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飞机的舒克，贝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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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坦克的贝塔贝塔，啊，我们小时候合唱团都唱什么歌呢？哦，唱什么歌了呢？我现在不是卡巴子，我现在是甜美糖心。猴哥，猴哥，你真了不得！突然变老。猴哥，猴哥，我们家冰箱有吃的才怪呢。猴哥，你真了不得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不听不听，王八眼睛！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个蓝精灵，他们的叮叮哒叮，哒叮哒叮哒哒。葫芦娃，葫芦娃。一根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啦啦啦啦，叮
光太差，给我照丑了。真的照镜子可好看，得看镜子吧，要不然怎么翻转呀、啊？好吧，还不是。坐下来就没有我了，我坐下来直播。好，那就这么直播吧，我太累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，大家可以叫我甜美糖心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Hello。我的天哪，李达康书记都给我送礼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要红了。达康书记，我没有贪钱。看不到，太远了，我的天，看不到了。我请您吃红包的百万的金丸子，是吗？我没看、啊《人民的名义》，《人民的名义》我没看呢、啊，不是沈腾演的吗？跟大家聊聊天吧，练练口才，好吧。大家有什么生活中的问题呢，也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给大家解答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吧。不不，这是主播的特点。怎么长高呢？你看我现在这么高，其实也不是用什么特别的方法长高的，其实就一还是跟遗传有关系吧。然后呢，小时候也得多喝牛奶，然后多吃青菜，对对对。牛奶就可以像我长得这么高了。怎么套路妹子呢？整个容吧。哪里的大腰子最好吃？就这个部位，腰子在哪儿？怎么套路成员？我呢一般都是不会套路成员，一般都是他们来找的我。对，怎么套路月姐呢？大家都知道月姐，因为我是月姐的推嘛，而且我现在已经变成首推了，本来首推是段璇，但是月姐那个和段璇在一起久之后就发现段璇并不是他的菜，然后现在段璇变成了二推，然后我现在就是成了首推。对，想当主播呢，等会儿充个电。
住。哎，我的麦呢？顶根不行啊，姐，拿下你的顶根麦。长得有点像冰冰，我的天哪！月姐的 CP 是 Vicky 姐吗？不，并不是，月姐的 CP 是关雪。哦，你们不认识。我不是吃可爱长大的，我是吃满汉全席长大的。啊，我们都决定了，我们自从刘志贤的生日公演之后，我们就决定了要改名。我觉得叫草，就是草莓小牛奶这个名字特别的好，因为每次都有牛奶和草莓吃。然后大家听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改名，我以后叫满汉全席，好吗？大家都不要叫我聪聪什么儿总了，我以后叫满汉全席。我的小名，我的大名叫满汉全席，小名叫佛跳墙。我非常期待我明年的生日公演。对，从今天开始，对，满汉全席，我要叫满汉全席，非常期待明年的生日公演。小名叫佛跳墙。哎，真的叫麦当劳也行吗？哦，好美丽啊，我的天哪。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？我会给大家解答的。现在你们转告一下月慧葵吗？我现在改名了，叫满汉全席。我的滑跪我会好好练的。请问什么时候打算睡觉？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？就是一些很便宜的牌子。冰箱里没有吃的，我们家是不会有吃的。我的港台腔就是天生的啊，因为这个生活环境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就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在优糖，最近吃最多的还是楼下的那个串串，对，但是很贵哦。满汉全席。当然有点饿，我现在很想吃一顿满汉全席。想看嘟嘟啊，睡觉吧，把它抓起来，龟会咬我。明天考语文和数学，你的意见就是配一副眼镜。对，发现我了，咋啦？明天三模，而且要跟周围的同学打好关系，就是考试前要跟周围的同学打好关系，可以贿赂一下。打分数据还在吗？可以贿赂一下啊。不会啊，因为我的爸爸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不会的，我爸爸和我坐电梯的时候呢，他都然后我上次我跟我爸爸坐电梯的时候，我就进去，我就跟爸爸说，爸爸怎么办，咱们被困在小房子里了，然后爸爸就摁了警报。
我是 BJ48 的 A 的二期生，来自台湾。对，然后呢，那第一次在北京生活，很喜欢北京的环境，这里都好方便哦，都可以用手机一刷就可以买东西嘞，都不用带钱包，比台湾高级多了。这里茶叶蛋也好便宜。原来这里茶叶蛋也好便宜啊，大家都不吃的。我是来自台湾的满汉全席。我现在好喜欢北京，好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。也不知道作为二期生的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台给大家表演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哎呀，说不下去了，我的天哪。我没有台湾粉丝了吧？台湾粉丝听到这段就转推了。那个真的是我医院会的号码吗？然后呢，这回我分到的队伍是 B 队，我很喜欢 B 队。B 队有很多优秀的前辈。然后听到我被分到 B 队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开心，然后也很喜欢18的闪耀瞬间这个公演，希望可以很快站在台上给大家表演吧。最喜欢的前辈呢，其实有很多喜欢的前辈，每一个前辈我都非常的喜欢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前辈还是牛春春前辈，主要是觉得他长得很好看，而且很有趣，是一个有趣的灵魂。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前辈，其实刚开始不是很了解这个团体，但是呢，大家都向我推荐了这个前辈，我发现哇，这个团体不错哦，还有这么有才华的人，然后就渐渐的，我就渐渐的了解了这个团体，然后报了名，没有想到第一次参加招募就过了呢。我和牛聪聪前辈当然是牛聪聪前辈高啊。哎呦我的天哪。对，那是牛聪聪前辈。我也没有牛聪聪前辈好看。哪个前辈最可爱呢？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很多接触前辈，但是呢和他们上过课，我觉得牛聪聪前辈跳舞跳得好好哦，就是很带感。学这北，我觉得北京话好难哦，儿化音都不知道该加在哪里。我也不知道有你前面有多高，但是我站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才到他的肩膀。因为大家知道我有1.65米嘛，然后这样牛聪前辈前面才刚刚到他的肩膀，对，好高哦。对，儿化音好难学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加在哪里。嘴瓢，我的天！因为我是个00后，所以我还没有发育完全。
想听着你。不算，我是2005年的，今年12岁，对，刚刚过了12岁的生日。其实，就是招募的时候，2005年还没有到要招募的岁数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一个姐姐，就是看中了我，就让我破格让我进来了。咋了？咋了？掉手机啊？我爸说啥呢？我爸说啥呢？我给我爸把手机送来的吧，他估计在说这个吧。我们家还有只非常可爱的狗狗，刚才我给把手机给爸爸的时候，发现它在躺在爸爸身边，非常可爱。然后那只狗狗是一个全白色的狗狗，特别的可爱。那只全白色的狗狗很干净。我忘了，我刚才就这样给我爸手机，我忘了，我的天哪！我给忘了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给忘了。对啊，是只全白色的狗狗，它的名字叫做滴滴。我根本没有，我就忘了我说这话。对，他的名字叫做滴滴。我爸爸还在看电视。狗狗，我家的狗狗，我有机会给你们看我们家的狗狗，很可爱，纯白色的，很白，对，我真的忘了，我刚才梳双马尾去给我爸手机了。但是我们家的狗，它就是很白很白嘛。然后它出去玩的时候，看见黑色的狗，就会汪汪叫，就会咬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？因为我刚刚出道。那个塑料袋里是一个盆，对，对，它是一个盆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放在那里，里面没准都是钱吧。刘英漂亮是谁呀？总选目标，因为我是27生，就是算出道了，算是可以参加这届总选。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，虽然还没有，你还没有看到我的表演。那好的，我会给前辈带话的。
潮啊，就是我日常的发型。上公演都做一个比较华丽的发型，上公演。我也不知道我姓满，但是不知道汉卷旗是什么意思。谢谢，谢谢。但是我现在跟刘春前辈还不是很熟哎，我也不算台湾原住民，我其实不是台湾人，我的妈爸爸是北京人，妈妈是东北人，我就是小时候被送去台湾读书，对，然后呢，不是啦，就是汉族的，但我妈妈是满族人，我爸爸是汉族人。所以我叫汉满汉全集，然后，我没有出道前就被老师这样说，哎，就说你长得好像牛聪聪前辈哦，然后就把我分到 B 队，他们是想让我和牛聪前辈组成一个双子星的组合，对，因为，知道牛松前辈会说相声，然后呢，以后应该会和他常说相声。好啊，我们现在组一个 CP， 就叫做，好吧，你们自己起名吧。对，我当然是因为牛松前辈这么优秀，我只能给牛松前辈捧哏。画风是这样的，今儿给您说段相声。是呀，给您介绍一下我今天的新搭档。我们爷儿俩给您说一个新搭档，我们爷儿俩给您说一段相声。大家好，我是 BJ48 听 B 的满汉全席。第一次说相声，难免有些紧张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照。完了，说那个相声。讲究四大学问，哪四大学问呢？讲究说学逗唱。那这个说指的是什么呢？说，这个说呀，说下去有问题。咱首先说说这个说，这个说就是考我嘴皮子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先给您来段绕口令，好了吧？好吧。叫什么？哦，板凳坑扁的上，扁的上板凳上，板凳坑扁的扁的扁的票上，扁的票板的扁的上，扁的票不让板凳扁的上，到板凳扁的上。哦，提到这个说，我有一会一顿绕口令哦，那我就说给大家听。大东边来了一个喇嘛。腰里提着个喇叭，打南边来了一个塔嘛。说下去了，不记得了。咱再说说这个学，这个学呀，这个学你会点什么呢？学呢，我就要学牛聪聪前辈说话。算了，好累啊，我的天。我没有那个什么什么布丁的，那个什么，布丁是哪儿的人？安徽是吗？哦，福建哦，对，福建，哦。我是侯建，布丁前辈是侯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们还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差着一道海。那我知道上海那边有一个前辈是台湾人，很喜欢那个前辈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，我总选的时候呢会去套路那个前辈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累了。
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明天会和小伙伴出去玩，然后我就会回到中心练舞。这个是我妈妈传给我的睡衣，对。因为奶奶不让点外卖，因为要省钱。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 NCC 前辈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缺点的一个前辈吧。我最近还没有发现，就是有点高吧。我觉得女孩子有点高还是不太合适的。我还没有跟 NCC 前辈合影。好累哦，我都说饿了，我好饿呀，我的天哪，回不来了，哦，回不来了，不行了，太饿了，我家里没有吃的。就是不要吃狗肉，没有啊，我看有没有方便面，我现在很想吃鸭脖，怎么办呀？爸，你不要看我的直播好吗？这样会让我很难堪。播不下去了，我真的是。播不下去了，冷脸一横，冷脸一横，播不下去了，我烦死了。我要关了啊！我实在是太害羞了，太羞耻了。我要去煮方便面吃了。好吗？主要是我爸把我逼出来的，对，他爸我是不会关直播的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害羞了。拜拜，拜拜。